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季是养生的好季节，春季是万物勃发的季节，饮食调养对一年的精气神的充足、身体的健康、病痛的减轻都至关重要。这份色彩斑斓的全素菜菜谱，食材简单，调料少，但我很喜欢这味道。素菜我不喜欢用太多的调味料，尽量保持菜的原味。彩色豆干丁的做法步骤：一、所有材料洗净切粒；二、姜蒜末；三、洗净粒放沸水中焯一下，捞出沥干；四、另起锅放油爆香姜蒜末；五、先放胡萝卜粒，炒制出胡萝卜油；六、接着放豆腐干炒两分钟；七、放西芹粒炒匀；八、放红彩椒炒匀；九、放适量酱油炒匀；十、最后放蚝油炒匀，出锅即可。